Yeah. It's pretty legit. Thank you. What's your name, bro? Try. James, man. James, nice to meet you. Can I get an Americano? Grande, iced? Alright, 很多小伙伴问我，帅哥，你的电动滑板是什么牌子的 ？Boosted Board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动画片，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喜欢的动画作品，因为前两天我又看了一遍，非常的有感觉，所以呢，我想推荐给大家。它是什么呢？Berserk， 中文名叫《烙印战士》或者是《剑锋传奇》，它是我在高中时期第一次接触的动漫作品。当时因为我学习不太好，我一直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就会经常借漫画书在上课的时候看。大家千万不要学习我这一点啊 ！Berserk 就是我当时接触的一款漫画之一。给大家推荐这款漫画的原因，除了它本身非常黄暴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它是一个传递给你很多能量的一款作品。尽管它本身非常的绝望，我当时16岁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但是呢，到今天我对里面的人物啊、细节各个方面都印象深刻，我没有见过比他还惨的男主角。不瞒大家说，我之所以开始健身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特别喜欢他的男主角 Guts 的身材，然后我下决心要以后成为像他那样身材的人。以现在的标准来看，当时男主角的话，应该就是那种 classic pro 古典健体的 pro 身材。总而言之，这款作品非常的棒，我强烈推荐大家。但之后其实我也看了很多类似于画风的作品，你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款。以及很早以前的那款，但是 Berserk 永远是我心里的 No.1。如果大家有类似的作品，一定要推荐给我啊，发弹幕给我或者评论告诉我，一定会去看的。那我现在看一下时间，还有1个小时左右呢，我就要去健身房，跟侯信一起练个胸。我今天想给大家主要想讲一下胸下沿该怎么练，因为很多老铁问我这个问题。那咱们话不多说，咱们待会儿健身房见，拜拜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一个传统的 dips， 是双杠臂屈伸，双手抓着这个杆儿，然后手腕呢保持这种中立位，两个脚我习惯于这样，两个脚并在一起，然后身体微斜倾这样。Sweet， 这样的话。就让你的下胸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缩。小技巧是要这块掌心这个地方发力，然后想象你的手腕动作是这样，这样的话会对你的下胸有一个非常好的刺激。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做第二个动作，就是一个传统的卧推，因为我们是下胸 focus， 所以呢，大家看我的位置呢稍微有正常的稍微靠前一点点，而且保持你的手腕还是同样的，不要这样中立位，尽可能想象往你的手腕收紧。我觉得啊，对我来说，在这种平板卧推的时候，我的下胸发力会很多，就是想象你的下胸发力的时候，注意你的下胸会有更好的一个感受。是我们第二个动作，然后做4组，然后最后一组是 drop set， 每组大概10到15个。让大家看到我们第三个动作，做一个绳索双臂的这么一个夹胸，就有点像下勾拳的感觉，这样，嘣，然后你的手腕有一个旋转，看，嘣，然后在顶峰，你看我的这个手的位置，还是用你的这个掌肚的位置发力，然后在顶峰有个 squeeze 收缩，嘣，4组每组15个，一定要用这儿发力，然后同时收缩 ，OK， 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 Alright， 我们最后一个下胸的动作是做一个超级举。首先一个悍马器械下胸推举，大家看我的座位稍微调得高一点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平推的一个动作。但是呢，当你调高以后呢，它会有下胸额外的刺激。还是一样用这儿发力，顶峰保持1秒。然后呢，那个大家做12个左右，然后到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一个动作，大家可以在上斜，也可以在这种板子上做。先把你的手肩胛骨收紧，充分放松以后呢，用对抗你的重力把它抬起来。 在顶峰呢，保持1到2秒，还是用这个位置发力，一定要 squeeze， 这样的话你的下胸会有非常好的感受，尤其是内侧，试一下。 Alright，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胸部训练，希望视频里的几个动作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，尤其是我个人觉得最后一个靠在斜板上的动作，感觉非常的到位，大家可以用相对轻的重量作为最后的一个 burn out 一组来进行一个训练。那今天视频最后呢，还是为大家做一波粉丝福利，转赞这个视频3天之后，我会分别在微博和 B 站抽取2名幸运的小伙伴，分别获得由肌肉科技提供的4:1:1 BCA 一个，我这个呢是白葡萄口味的，口感非常的清新，就增肌和减脂的时候都可以喝。 同时呢，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淘宝店铺 Drill Co。那今天视频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